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做回来，我是蔡小军。我们正身处在变动快速的社会时代，如果不想要被淘汰，终身学习将是因应挑战的最好因素。为您介绍三位来宾，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基隆市政府教育处在终身学习上所做的努力。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教育处处长刘美兰刘处长。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基隆市教育处的处长刘美兰处长好。第二位是我们基隆社区大学校长蔡素珍。我们最美丽的主持人小军，还有我们所有的观众大家好。校长好。第三位呢是我们风动歌仔戏团的指导老师许立坤。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老师好。俗话说啊，活到老学到老，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社区大学充分发挥终身学习的精神。这一次秋季成果展哦，我们集结了从上午九点一直到下午五点哦，不断线的成果展演。那么各个摊位都集结出他们整学期非常丰硕的成果哦。那中间当然也不乏有很多的服务性的社团，他们如何透过社团课程去做整个社区的营造跟服务。我想跟着小爱爸爸一起打造有爱的基隆。进入社会，后来我再去念研究所，回到职场参选公职，再进修第二个硕士，然后在这过程中再参与艾森豪及奖金的再学习。我是一直都在努力不断的终身学习，希望能够跟各位请教学习，一起努力。那国良很开心能够来到这边跟大家一起参加。我们社区大学一向都是办非常有意义的活动，让不管是进入社会的成年人，还是希望再度进修的朋友们，都能够有效的继续学习。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那所以我们今天来大家的成果展，我们是非常开心。我们希望社区大学能够继续扮演它的功能，能够继续让我们社会上更多的人享受更多好的教育。没想到看到我们的市长也是持续的不断在终身学习，这就是进步的动力。我们要请教处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近年来教育处在终身学习这一块领域非常的多元，非常的广，要请教处长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历程。终身的一个学习，其实以我们现在目前所处的这个时代，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就是资讯教育跟科技教育非常非常的一个兴盛。但是如果我们回过头来去看，当科技越来越进步，步伐越来越快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秉持一个学习的心，其实很快我们就会被社会淘汰掉。我举几个例子来说，以前老人家他只要打开电视就可以了，现在不是，电视它有很多，包括你的那个电视还要怎么开启。那以前呢，手机就单纯的我们只要打电话就好了，现在手机可以做很多的事，甚至可以录音，可以照相，可以去当一个百科全书一样的搜寻，订票买东西，对，现在手机是这么的一个重要。但是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你今天所看到的任何3C的产品，不管是电视，不管是手机，不管是电脑，其实当你拿到的那一刻，他们下一个研发就已经开始。所以有人提到说，3C产品的一个问世，其实也是代表科技不断的一个翻新。那如果处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不认真的去做相关的学习，其实我们真的很容易就会被淘汰掉。那如果我们不被淘汰，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学习心态？其实市府呢，在这个区块里面，我们一直希望能够营造的是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城市。那在终身学习里面的话，可能要给不管是在我们学龄前，或者是我们在求学阶段的孩子，或者是我们离开了以后就业或者是退休，在全龄层次的学习里面，我们期待看到的是孩子喜欢阅读。昨天我才刚跟我们的阅推老师在分享，我跟他们说，其实推广阅读终身学习不代表只是读书，因为那是涵养孩子喜欢阅读的一个能力。其实在体制里面的读书会让孩子们学习怎么样去做知识的奠基，可是当你如果喜欢学习，那是丰富你一辈子的一个资历。你让孩子们在阅读过后，在学习过后，对自己的生命有更多更多的肯定，对于自己本身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让他可以累积对于未来选择权的一个丰富。那在这整个基隆市的这个区块里面，其实我们从110就从今年开始，我们拟定了一个忠诚的计划，
那在这整个终身学习的终程计划里面，我们很希望能够因应在这个基隆一个小小的城市，但是它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多元，也有历史，也有它的一个新住民啊、原住民啊，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族群，他们共和共美共好。那如何让这些共美共好可以在存在一些文化差异里面，可以让他们多加的学习，彼此的尊重？所以我们在中长程的一个计划里面拟定了这一个区块里面，让他们可以有因应这些的对象，我们有多元的学习的机会，然后也有多元的学习的管道。同时呢，对于学创新的一些学习模式，以往可能坐着听讲的这样做的模式，其实慢慢的会发觉到被淘汰掉了。其实终身学习不是只有你坐着，然后老师上课来听。其实如果透过了不断的交流，不断的去实作，甚至于去体会去体验，那对于他们而言的话，这些学习会萦绕着一辈子。所以透过这些学习管道模式的重新建制，学习的知识的重新灌注，那这个区块里面会让我们的市民这种全龄学习可以福音到每一个不管是年龄层或者是族群。那对于学生而言的话，养成了一些终身学习的习惯以后，不是说我为了考试而读书，而是为了我自己的深度，为了我自己本身的素养，为了我自己想要而读书。那这样的学习的模式，其实整个城市都在做营造。所以基隆在这几年里面，我们希望能够行塑到的是一个学习型的城市。而这个努力的部分的面向，其实在透过我们很多场的一些活动，也透过计划的执行，能够希望带给我们所有的市民有不同的感受。是，哎，真的感受很不同，哎，因为今年度就看到很多的计划，哎，真的是落实在地方，让大家看见地方与人的连结。那当然有这么多面向的学习管道，其中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我们的基隆社区大学。我们要请校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从2021年12月华丽转身之后，有了实体学校，也是全台唯一哦，在学校就开设了好多很有趣的课程，包括了 AI 绘图、无人机空拍，还可以在学校里面养蜂来酿蜂蜜，我觉得真的是太厉害。我们要请教校长来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一下，看看这样别于以往的创校想法跟实作力是如何进行。基隆社区大学啊，其实从1999年啊，那我们就已经开创，其实明年就要迈入第25年，算是一个非常资深的社区大学。那在2021年，我们有非常因为市府的支持。那么适逢中兴国小跟月梅，就月梅国小跟中兴的并校，那把政府把我们现在的原来的月梅国小校舍提供给社区大学，作为一个全人，作为一个全时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实体社大的基地，那也是全台湾首创实体社大。那当时我们不止在推所谓的实体社大，也打出所谓的全龄社大的概念。那么当然就是说实体社大这样的一个场域，它不是只是提供社大一个教学的一个场域，最主要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空间，让社区大学可以跟包括在地的聚落，社区大学可以跟多元的学习社群，社区大学可以跟城市发展的共同的协作以及共创，让社区大学回应我们社大的学习条终身学习里面，因为社大有所谓的社大专法社大的发展条例，那里面其实就非常非常定位强调社大跟在地紧密相依这样的一个精神。那我觉得私立大学基隆社大在这一波其实更清楚的去回应社大的角色跟社大的定位。那当然也因为这样，虽然说私立大学在25年前开始在创建过程非常重视知识解放以及公民社会这样的一个形塑，那么基隆社大当然在整个社大的发展，我们也很清楚我们的发展的步调，乃至于在整个实体社大的营造过程中间，我们就希望说它能够去融汇的是一个大家共作，然后后面可以来共享共用共创的一个场地。所以在整个校舍的一个营造过程中间，不是只有社大师生卷袖携手，包括我们的社区群众社区民众，我们一起。所以在校园里面，我就说我们基隆社大月梅校区就像一个城市的小型博物馆啊。我们在学校里面可以看到，包括历年在中原祭里面的这种采接以及中原祭的文化。我们在这里面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社规师一起去共同协作的木作的一个建筑，成为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个
木工职人的一个培训场地，甚至我们陪伴我们大德分校哈，我们这些那个中辍孩子的陪伴啊，手作木作的陪伴。那另外当然包括我们月眉以前它其实整个月眉路进去，现在都是以前都是矿坑啊。那基隆其实在渔业之前最大的一个产业是什么？是矿业。那也因为整个月眉所在，包括以前月眉国小啊，它的一些校友其实很多都是矿工子弟，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要承接这样的一个月眉国小校区，我们如何把过去的在地的记忆能够重新的换回跟保存，所以在月眉校区里面我们就有一个矿车，而且我们里面还有 T500 的矿车，那应该是台湾北部唯一一台啊 T500， 我们就把它营造成为一个矿业文化园区。那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哈，那我记得那时候那个基隆市政府在给社大这样一个场域，他说虽然主建筑校舍不大，可是你们一座山，有一座山啊，那所以我们就好好的把这一座后山好好的去做规划经营，包括我们的田园啊，那我们这样的田园，我们就把包括那个蒲门啊田园的一个教育。啊，我们有菜园哦，我们有菜园哦。那这里面其实也结合附近周围的民众的认养，而且我们的产出我们也捐给，因为月眉路再进去啊，其实有以前很多的矿工家庭，其实经济条件、社经条件比较缺乏，所以我们把我们的一些收成也会固定的都会给他们。开心农场。对，开心农场。那另外就是我们其实，在月眉哦。月眉这一带以前就是红蛋山，那红蛋山里面有一个植物特殊的叫红蛋笔啊，那算是本身比较特殊的一种植物，那它的那个如果蜜啊蜜源植物是来自红蛋笔啊的花，它就是红蛋蜜啊。当然我们不是所有都是红蛋蜜，可是我们为了要富裕本土风，我们是以东方风为主，以及环境的永续，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养蜂场。好，那这个养蜂场我们目前有二十几箱，而且有固定的教学课程，而且我们跟七度马林的蜂农合作，希望能够在养蜂这一个职能培育以及包括整个永续环境的一个延展上面，能够透过这样一座养蜂场，养蜂的十座场域哦，能够去拓展。所以其实整座山都是我的学校，对，整座山都是我们的学校。其实应该说整座城市都是我们的学校啊校区。所以我们也把我们的课程去布建到各个领域。当然，刚刚小军提到，包括我们现在有无人机，因为我们学校后山很大一个平台，所以可以做无人机的学习跟操作哈。那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在有了月眉这样的一个实体的一个基地以后，我们搭配基隆丰富的环境文史哈，那透过一些共创工作去丰富这样的一个学习园地。是，哎，真的听起来真的非常感动。刚刚说是整个基隆市都是我的学校，都是我的学习场地。那当然，基隆社大有很多很厉害的课程，其中有一个在表演艺术当中，让大家眼睛听到都为之一亮，而且还很久，就是我们的风动歌仔戏这样的一个课程，这样下来吸引了非常多的学生来学习歌仔戏。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指导老师丽坤老师。是。风动歌剧团呢是基隆在地的一个素人剧团，那一直以来也都是我们的这个对歌仔戏有一些记忆以及有梦想的一些我们在地的基隆居民们这个民众一个很好的一个舞台管道。那基隆风动歌剧团呢成立目前已经迈入第12年，那也很有幸荣获那个基隆文化局我们的这个最佳演艺条对那个最佳演艺杰出团队连续8年。对，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一群素人演员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那虽然说风动歌剧团在当地12年，可是其实它是从社区大学孕育出来的，所以其实我来到这里是已经有20年的时间，所以风动歌剧团其实它的等于是它是对社大来讲是我们很大的一个滋养的，是在我们在它羽翼下成长，一路成长。那当初为什么？其实我是
云林囡仔啦，我是从云林过来的。那其实来到这里，大概也话说是从20年前签的这个缘分。那风动歌剧团以及基隆歌仔戏班的当初创立的这个缘分，是来就是情牵是一份我对我的恩师的一份允诺。就是我们的台湾第一苦旦廖雄珍老师，也是我们的民族艺师。那当年也是就是因为基隆并没有在地的职业剧团，所以那时候就由那个曾子良教授，还有一些在地的一些文化的一些这个工作者，对，那他们就希望能够我们基隆能够发展歌仔戏，所以就到新传歌仔戏剧团去邀请老师。可是老师那时候年事已高，一来已经快70岁了，他现在90岁，所以是70，将近70岁的高龄。可是他在教学一个礼拜还是将近有40堂课，所以老师几乎是在就是每一周都是课满，每一堂课都是课满的情况下，老师实在没有余力再到基隆比较远的地区来授课，所以那时候老师就带着我，希望我能够一起能够在基隆这边能够传递，薪火相传基隆的歌仔戏。所以老师呢，也因为老师的这个名气，所以一开始我们的歌仔戏那个班就爆满，大爆满，因为大家都很想，就太幸运了，我们的台湾第一苦旦可以来这边授课。那当时我正在就读北艺大剧场艺术研究所，所以那时候也一边在读书的情况下，也就是每一周来这里上课。那就这么因为老师的一个允诺，老师带着我，然后希望我能够来基隆这边发展，带领歌仔戏的一个发展，所以这时间就这么过了20年了。对，那这20年来，我们大概刚开始成班之后，大概2-3年之后，我们就因为太多，后来才发现，其实我们这个大概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对歌仔戏很多都是一些童年的梦，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有很深的情感连结，所以那时候其实基隆市民真的都非常喜欢，然后每一期都是爆满的情况下，那后来为了方便我们要到各地，就是到安养院啊，去社区去巡演，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开始成立社团，我们大概在3年后就开始成立社团，然后8年后就正式成立剧团。对，所以我就觉得，而且还有一点更难得的是，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热爱，然后我们来自各行各业，其实平常大家的工作都蛮忙的，但是呢对歌仔戏的这份热爱真的是我觉得其实蛮令人感动的。那我们有幕前幕后的人才，所以就是平常不只是在演员的训练这一块，我们幕后的部分还有包括这个服装道具，甚至还有服装设计、化妆容妆，因为刚好都有一些相关的人才的挹注，然后甚至还有编剧。那大概在风动成立之初呢，我们也有巫兴昌老师哈，网罗了基隆各地的一些国乐的老师或一些同好以及人才，我们也成立了风动的文武场乐团，壮大我们的这个整个乐团，整个剧团的前台后台音乐都有。是因为主要的是歌仔戏，它是一个比较高度的一个这个综合艺术，所以他需要幕前幕后的各方面的人才。那也因为这样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刚好有机会让我们基隆在地的各式样的人才一起来挹注，然后可以有个发展的一个平台，让大家一起呢来为我们的歌仔戏继续做传承，然后一起来做学习，这样子。是，真的很感动啊，因为我有去采访过，就是发现他们跟社区的连结很深厚。是，就记得有一年我去拍三人舞幕好有趣，你知道跟台下的观众打成一片，满满的都是人，然后就觉得哇，很有魅力，因为这就是歌仔戏的这个庶民文化
的这个魅力啊。是，对，那因为他的剧除了就是我们有一些传统的才子佳人的故事之外，其实还有很多民间的俚语啊，一些民间故事，它其实是非常有趣的，真的很有趣，可以串起在地人的连结，而且还有小时候的对艺术的那种情感也通通都被抽出来，没错，那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艺术魅力。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社区大学就是终身学习有非常多的管道，那当然就是这一股与在地连结的魅力让人串起对地方的情谊，所以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看哦，这个陶艺走入我们的基隆。从采集大自然开始，学员们用手慢慢捏出自己想要的生活器皿，摘取在地植物拓印，创造与自然相互拥抱的幸福仪式感。我们就是还蛮喜欢以就是基隆的样貌、大自然的感受，然后我们来呈现与跟陶土的一个连结，然后我们带进到我们的课程里头。那我们会就是结合自然跟陶土，就是在这块大地上去做一个创作。基隆子弟张浩燕创作的陶艺作品出框豪迈，欢喜中带有原矿感，获奖无数。这次与老婆凯旭回到基隆，在绿竹园农场教陶艺创作，享受与大自然的对话。我想要将陶艺的这个技术，然后带回基隆，然后让基隆的人也可以体验陶艺这件活动。夫妻俩撰写7年投入公共服务计划获得补助，在敲山声青农的支持协助下，带着来自各地学员拥抱不同的创作模式。我们有台湾朋友带我们来参加，很期待，也很有点难，但是也很好玩。我来不及，用这个碗吃饭。我今天做的是小花瓶，对，也是过程也是有点难，因为毕竟是第一次，但是就是在这过程中就会觉得可以感受到那个细细慢慢的那种生活的感觉。看到他们非常棒的作品《大地之舍》，有得到绿公益的奖项，其实那会让我想起我以前小时候在基隆的山跟海，观察那个自然万物的颜色当中浓缩在一个小小的陶艺作品，所以我非常希望我们基隆也有这个机会，能够青年回乡、青年回流，把我们基隆的非常棒的陶艺师，然后带进来基隆的自然场域当中进行生态教学。然后他们非常棒的一点是，他们使用了柴烧窑，然后那个釉色是取自于我们竹子的灰烬，等于就循环再生，这个非常符合我们现在节能减碳绿生活的概念。远离尘嚣，在农场空间创作，让人感受与环境的连结，好好的呼吸，感受基隆这一片土地。真的就是好好感受我们基隆这一片土地，可以看到我们基隆市教育处近年来跟不同的领域来跨单位合作。我们要请教处长跟大家分享一下，建构这个很棒的一个终身学习环境。刚看完这个 VCR， 其实很大的一个感动，会发觉到说学习是一个城市进步的一个动力。那也因为有那个动力，会吸引更多的一些我们原来的青年能够回归到我们城市，能够回归到基隆。所以要让每一个人对于这个城市有所记忆，就必须让他爱这个城市。所以刚刚特别透过了这一些VCR 或者是我们一般的一些活动的办理，我可以跟大家报告哈，也介绍三个方向。以终身学习的部分，我们希望能够架构在硬体的部分。那在这硬体部分，刚刚特别有访问到的是我们社区大学的校长，那其实我们还有原住民部落大学，我们还有新住民的学习中心，另外我们各区都有乐林中心。那当然针对于公共图书馆的设置，还有一些社教的一个机构的设置，这些我们希望从政府一直到我们社区，然后到学校，然后能够到家庭，在硬体的设备规划里面办理个多元的一个活动，然后能够让这些活动的设计让更多的人被吸引，那同时也能够把产官学加进来。那在于这些活动办理完毕了之后，其实我们有一些虚拟的，比如说我们平台的一些建制，所以呢，我们其实基隆在拓展整个学习科技的部分，那我们有成立一个那个建构了一个终身
学习网。那透过我们各项活动的宣导，包括我们 FB、我们赖群组，也包括我们新闻媒体、自媒体等等，然后把我们一些相关的活动可以跟所有市民朋友来共同分享。那最重要的其实也是让所有的市民朋友能够来参与我们这项活动，走出你的家门，打开你的心门，然后认真的去看待你生命中的那种热度，放下你的手机，对，放下你的手机。最重要的其实是有这些的资源，有这些的活动，会激发你其实对生命的一个热爱。那同时呢，我们在刚刚特别提到，我们是全龄的一些活动，也特别跟。据我们各个族群，不管我是新住民、原住民，或者是我是要创业的，我要创生的，那希望透过我们这些那个活动设计，复印到我们那个国梁市长小矮爸爸的一些对于我们城市治理的一些理念，包括我们创造人的价值，包括我们创造我们人的意义，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对于这个城市的整个发展，我们有重新新的一个思维。那对于这整个的规划部分，当然透过公部门的规划跟设计，会有一系列的计划来做拟定。但是最重要的，其实在这几年，我们也有注意到，基隆其实慢慢逐渐的一个高龄化了。我们的幼儿园的部分，我们当然会有很多的一个教育政策来做推展。但这对于老人家，因为基隆很多的山坡地，很多的老人可能就会被关在那个自己的房门，因为山的那个要下山，有时候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考验。所以让老人家，或者是让我们乐龄者能够愿意走出家门来学习，所以呢，这几年来其实我们有一些相关的合作，包括跟那个重佑的宜兴大学，好，我们有办理了一些青营一起学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课程的概念，然后当然就是青营法一些白法族的一个的民众，然后我们设计相关的课程，能够让他在即使活到老，我们也学到老的乐趣。那另外也要特别谢谢我们社区大学，我们也有办理了高年级不打烊，我们用六年级的市民，我们来共同学习那英法人力再运用的一些课程的讲座，然后让他们重新在这整个通常到六年级的，我们其实都有一些人生的经验了，然后用他们的人生经验，我们可以重新的再去做一个价值，还有对他们在社会上面的一个肯定。另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乐龄中心，刚刚我们在分享 VCR 的时候也有看到中山的乐龄中心，那这一个区块里面呢，是我们大家乐龄中心里面办的都非常好的。那我们有一个飞跃有爱，然后一同共舞的一个共创奇迹，那个奇呢是老人家的意思。对于一些我们老人家，我们对于他们的一些活动规划的设计，还有呢对于跟他们环境互动，还有对于跟社区里面的共享，把老人家的智慧分享给我们所有的年轻人。所以从硬体到我们的推广，到我们活动的规划设计，无外乎就是要让我们所有的基隆市民了解到，我们当一个城市有爱的时候，一个学习型的城市，是从政府、从民间、从社区，也从你我开始做起。是，真的就是要携手各界，带大家一块来进入终身学习的领域当中，这也是我们友善城市一个很大很亮的指标。那当然我们要看看我们的社区大学真的也是很厉害，与时俱进，开设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课程。我们要请教校长，是不是有好课程要推荐给大家？基隆社大我们大概开设的课程春季、秋季以及夏季暑期班，那大概每一季大概都有100多门不同非常多元的课程。不过我觉得这2年多来基隆社大有一个非常非常特色的那个，就是说每次我们在规划一些特色课程，包括工作坊哈，他们说是秒杀常很多活动推出去半小时内就额满没了，那代表怎样？就是开始开拓基隆有一些不同学习、不同以往的学习的人群出来。比如说我举例哈，我们有一些近年很受到欢迎的，比如说步道学，大家想什么？步道学怎么会受欢迎呢？可是的确就是这几年基隆社大我们连续跟千里步道合作步道学那我们基隆也曾经在我们的课程中间逐堂去拍摄，甚至手作步道都有来拍摄记录，跟着一起步。对，那为什么我们会在基隆推步道学？因为基隆有95%的坡地，所以我们觉得说步道学的概念跟守护跟志工的培力是在基隆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希望说如何去透过这样的课程带领大家
不只是从布道志工上手，也能够守护我们最爱的基隆礁山。是，所以要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最近有推出一个爆红的原始步道，就是我们的淡蓝古道，一块来看一看这个结合社区与在地的连接。认识植物，感受大自然，在大金农场主人王国伟老师的带领下，走读淡蓝古道中段的暖暖段，学员们认识步道上的植物与这片土地连结。摘下来哈，摘下来大概这样的程度，然后放在水中浸泡，大概浸泡两天半到三天的时间，它里面的色素就跑出来，就释放出来，让色素跟石灰充分的结合以后啊，以石灰的重量把它拉下沉。认识大金后，就要进行懒懒创作，聆听着溪水潺潺流动声，让心灵与大自然合而为一。在国家文化记忆库重要工艺师王国伟老师的懒懒技巧分享下，学员们发挥创意制作札书衣，在绑布浸染后展开创作的那一瞬间，感受到大金懒懒的艺术魅力。我觉得这个活动就是蛮有趣的，因为从一入身开始，就是有个步道，先从每一步跟植物的一个小认识，然后开始跟这个土地有一个亲近的感觉，好像在就是自然里面找到新的自然朋友一样，然后之后再来找做一个专属于自己的一个小作品。对，然后那种感觉有一种很像是把山林的记忆带回家的感觉，想要住在这里，不要回美国了。就是光听就觉得实在太有趣了，太有趣了，这个大自然的这种资源啊，取之不尽，用之不绝。这场结合大自然美景与懒懒的创作，开启了与自然的对话，让大家与这片土地文化有更深度的连结与认同。就是这样，跟在地有深度的连结跟认同，这样的开设课程真的非常的多元。我们要继续请教我们的社大蔡校长，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开设的课程。那我想刚刚其实从影片可以看到，就是整个步道结合步道的产业大金，那其实淡蓝古道在基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绿道，那尤其北北基宜四个县市每年都会由四个县市轮流来办那跨县市的淡蓝古道活动，那甚至去年还办了亚洲步道节。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步道课程的重要。那当然除了步道，我刚刚有提到基隆其实在整个渔业发展之前很重要一块是矿业。好，那矿业其实这几年虽然我们看到在基隆的矿业，在一些相关的矿业遗址可能很多都消失了，也可能没有受到这么多的一些重视，可是我们觉得这毕竟是陪伴基隆整个产业走过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也开始了针对矿业文化的课程，不管是走读导览工作坊做文化路径的开设。那我们这两年去年今年那我们跟文化部合作，我们去提文化资产潜力点开发计划，然后我们去年是从我们学校所在的月眉路田寮河以前的轻铁运煤轻铁整个沿路的调查研究走读，甚至包括变成一个教材教案。好，那今年我们就以八尺门，最近八尺门很红对不对，以八尺门八斗子那一带的青果井为主的矿业的调查文化，那明年我们打算就是以马东马西有瑞为主。我们希望说透过基隆社大在这三年三四年把整个基隆所有的矿业文化的调研课程，最后我们产生教案能够融入到各个学校里面的重要的地方文史的一个工作跟阅读的文本。那当然除了这个部分以外，文化部在今年开始推从苗栗以北一直到基隆推文化路径，这个是文化部在推文化路径应该首次以矿业为轴，那基隆社大就是整个基隆非常重要文化路径参与的一个组织，所以我们也在这个部分开始做议题的走读跟链接。那我们其实接下来这个礼拜应该是前几天了，不是这个礼拜，我们才办过最近办过矿文化的走读。那除了这个以外，基隆其实我们觉得基隆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未来的产业的发展就是观光，只是观光要有人才我们希望这个人才是来自我们在地的，不是都是外来的，所以我们希望说开始培训基隆的观光的导览人才培力。
那我觉得我们这两年来真的是有很丰硕的成果，我们有初阶、进阶，我们有中文、英文培养导览人才。接下来今年九月，我们开始还会有新住民多国语言的专业导览的培训。那我们希望说，让这样的一个导览人才，他们整个受过培训以后啊，他们其实不只是课程的参与，他们能够协助各种的服务，比如说我们在我们也成立的旅读基隆导览社。好，那不止这样，我们其实今年开始疫情过后，很多的游人开始进来，那整个基隆开始就有所谓的走动式的观光旅游服务，那这里面其实很多的英语导览人才是来自我们培训的。好，那包括最近有很多的外面的相关组织团体来到基隆，那希望能够帮我们帮他们规划相关的导览，其实也是由我们培训出来的这一批来做那个导览。包括我们接续那下个礼拜一我们就是教育文化基金会大概有近三十个组织的理事长啊执行长啊重要的人，他们整个地方文史的这样的一个走读那就是学习圈就来到基隆，那也是我们帮他规划整个导览走读。哇，可以看到基隆市道真的很厉害，还把人给带进来，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而说到这个走读也有非常厉害，就是在走读当中我们要融入什么样的元素呢，让大家来这么一趟收获满满，我们快来看看。橡皮不要害怕，最多就是报销而已，可是如果你画画的时候非常小心你那张画看起来就是怕得要死的一张画，看都看得出来。看王杰老师水彩速写画下淡蓝古道上百年土地公庙，透过艺术绘画开启与自然的对话。这次就是要带大家来体验就是淡蓝古道里面的自然风光嘛。那我们就是透过画笔的方式，一边走，一边体会，然后再画画的话，你当然就可以更深入的去理解或者说记录你在这边所感受到的一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亲近自然跟贴近历史的一个方式。与艺术家一同探索自然美景与意境，并在创作中寻找属于自己的艺术灵感。每个人的土地公创作都展现了传承的力量。I think it's just really cool to see how you can take such a simple, you know, paint and brush and make such a really amazing piece of work, piece of art. 挥洒创意，邂逅文化传承，更可探索秘境步道。透过学习型城市计划，让心与这片土地文化有更深度的连结与认同，就是这一股连结跟认同，而且很重要的是可以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这个地方创生很重要。我们再请教校长跟大家分享，是不是还有类似的课程活动？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课程我是觉得说针对基隆的高龄化议题，那刚刚其实处长也稍微有提到因为基隆算是独居老人是全台湾密集度最高那我们的就是高龄长者的那个比例也大概在全台湾排名大概也是第五第六那可是我们真的是在思考回应高龄长者应该不是只有健康促进那健康老化那应该开始也可以思考高龄银发的能力在应用这一环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在两年前我们开始培训所谓的银发艺术师之种子培训那邀请何妍宜来这边带领，那我们已经培训了很多个班级，而且我们所培训这些种子老师他们开始连接基隆的据点，然后去做银发艺术的一个陪伴。其实艺术辅疗在现在的高龄化其实是非常重要，不管透过音乐、美术、戏剧那这些培力出来的，其实他们现在在这些据点里面其实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扩展。我觉得这部分其实是去回应基隆，而且让我们所培训这些很多也是中高龄者，也说让初老、中老还可以带领陪伴老老。那我觉得这部分是在思考。再来就是刚刚处长所提的所谓的高年级不打烊，我们跟104人力银行的104高年级合作，我们希望能够透过银发能力再应用，让这些培训出来的这些高龄长者他能够再积极的参与社会，不管是职场的第二春，或者说参与所谓的一些社会的这种所谓的参与
志工参与也好，或者职能的参与也好，我觉得未来台湾现在是一定是缺工的社会啊。那这样的缺工如何利用中高龄的能力去补足？可是中高龄能力在学习端一定要去回应，所以我们希望社大在未来在这一环，中高龄这一环在职能的培力也能够有他的一个奉献跟课程的规划。是，真的哎，就是要让我们的初老或老老中老来带领我们的老老，这一件事情是未来的趋势，所以在教育这一段真的很重要。那当然就回过头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艺术文化，刚才我们讲到的风动歌剧团很厉害，因为他们年年出新戏，年年带来很精彩的曲目。那今年听说也是非常厉害，要请立坤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推荐一下。OK， 好，我们风动歌剧团从成立到现在，因为一开始的歌仔戏班是传承新传歌仔戏剧团六成之老师的一些经典名作，所以从三伯英台、陈三五娘这些戏出开始来做，大概我们今年大概推出的是第七部我们的年度大戏了，所以今年呢，因为之前呢，大概从传统的或是不管是亲，我们也做过亲子的儿童歌仔戏剧团，儿童歌仔戏，那还有一些比较警示的或是孝道的，舞女拜寿、铁面琴、大双喜、三人五幕等等这些。戏，那有些有悲剧，有喜剧，有一些比较诙谐逗趣的。那今年呢，我们就第一次首创我们自己自编的一个年度大戏，是人生一台戏，人生一台戏，将在11月4号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的演艺厅售票演出，两厅院售票系统，希望观众朋友能够来多多支持我们在地的基隆的剧团。那这出戏很特别哦，就是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你还是可以看到原汁原味的廖老师所传承的一些，像薛平贵、王宝钏啊，三娘教子啊，好，王魁富归英这种比较经典的大戏。那这个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是结合现代剧跟传统剧，所以有等于是现代跟传统的部分做结合，那用戏中戏的方式来呈现。好，所以这出戏呢，你可以看得到是前台跟后台，以及前台跟后台穿梭的一些比较有趣的逗趣的画面。那这出戏其实是泪中带笑，笑中带泪，是一出蛮逗趣但又一点感动人的一个故事，所以能够推荐给我们基隆在地的乡亲，或是在北部的或是南部的观众，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戏，希望能够来基隆支持我们的年度大戏《人生一台戏》。就欢迎大家有兴趣的一定要来看，是，对，可以看到我们六琼芝老师保留的那一个最原始的传统，对，然后又可以看到最新的创意，因为现在歌仔戏真的很好看，真的好看，因为他们有穿越剧，然后还有现代剧，那这一次出的是现代跟过去的这样相对的对比，剧情也是非常让大家引人入胜，一定要来看看哦。是，那刚刚说到哦，就是我们基隆是迈入高龄化、老龄化，那当然我们教育处非常用心，他就不断的在规划系列的课程，其中在乐龄学习的部分，这也是终身教育学习的一环，他们推出的老幼共学，我们一块来看看哦，最近在我们中山乐龄学习中心的成果。最早以前为什么叫流浪德，是因为所有的人口大概有80%都是外来的，在这边落根，然后有很多人在这边吃各式各样的美食。三鲜呢，用这个咖喱来炒，那个味道非常特别，好吃。这就是记忆中阿嬷炒它咖喱的味道。在中山区站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因为我们今天要教祖孙吃营养健康的东西，我的咖喱里面呢放了两种不同的咖喱，一个是印度咖喱跟南洋咖喱，我两个结合在一起以后，它的味道就是香气就会十足，美味又健康。
味道跟外面的绝对不一样，又干净又健康又营养。我希望植花这道料理可以唤醒大家小时候的记忆。豆腐乳是一个古早味啊，祖孙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互动过程呢，让这个豆腐乳呢增添了一种甜蜜的滋味。从发酵中，我们的祖孙的情感也逐渐绵密起来。这次我们的课程哦，以在地美食汕头咖喱、石花冻、豆腐乳结合小朋友经过手绘的植偶做成停格动画。小朋友完成动画的时候，经过自己的录音跟配乐，把祖孙之间的声音情感呢融入在这个作品当中，那就是一个很棒的共学机制。现在我们要把所有材料放到锅子里，再来加入面后开始爆炒。这盘足好食，有够赞！掺胡椒，还佫足大嘴，还一嘴一嘴直吮的，直吮的去，哦，真赞！我哦，才82岁啊，第一摆录音，我真欢喜，真好耍，赞！这一次长幼共学的活动，是透过在地走读，尝试着舌尖的美味、古早的味道，然后透过科技的创新，让祖孙一起记录共学美好的记忆。可以看到这是一场很成功的老幼共学交流，而且创新的让开启所有人对在地的情感连接。我要请教处长，其实这样的课程跟计划很多，对不对？对，其实看到那个民众愿意出来哦，你会觉得真的很感动。是，然后尤其是祖孙共学的时候，那个孩子的学习可以带动阿公阿嬷的经验哈，我觉得那种分享其实会让你觉得终身学习的那个概念其实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的刻板。那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其实基隆市的机构非常的多，我刚才提到有乐龄中心，有我们社大，然后也有我们相关的一些机构在。其实我们很多会希望把学习的资源送到你家，也希望你走出来。所以刚刚那个只要有一个场地在，其实有一个活动的规划设计，就可以让这个社区里面动了起来。那为了要让整个社区动起来，这些相关的资源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的是这些活动的规划跟设计，可是每一个背后，其实整个动员的会是从市府的跨局处部门而来的。那透过我们市府，尤其是我们在每一年度的一个重点工作的时候，累积我们以往的一个经历，在今年度我们希望能够有共生的一个那个创业的一个廊带。然后我们也特别的希望说，如果能够把我们的主轴、我们的方向确认了之后，透过跨局处的一些联系，然后能够以我们主要是以学习来做加值，好，然后呢也可以去体验我们的经济、我们的产业的创生、友爱城市的这几个面向，我们去把它做一个相关的区隔之后，把资源就引进来。所以要特别谢谢，在今年度的部分，我们透过跨局处，当然21个局处，当然也有外在的资源。那这些资源引进来了之后，去规划的方向里面，就会除了机构里面原来的计划，还有我们地方创生的一些产业，然后最重要的是透过计划，这些计划的一些执行，其实可以让到居民感受得到，是我能够在家里，我能够走出去，我都可以看到学习的面向。其实学习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真的那么的刻板，学习其实是透过彼此的对话，透过那个实际的操作，透过我们在跟孩子的教导过程当中，其实那都是一种潜移默化。那透过了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我们盘整了我们在地的我们的产业、我们的人才的这些资源之后，我们希望能够用创意、用创新，我们希望能够用创生这些的主要的一个策略，然后能够透过我们地域性，然后我们产业链，还有我们的优秀人才来做一个资源上面的一个总整跟盘整。那最重要的，其实我们基隆市还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资源，就是我们那个海洋大学。海洋大学也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支持。那整个能够带动我们全市终身学习的一个环境的营造，所以特别透过我们112年度的一个学习勤的一个子计划，
然后也可以跟我们市府产发处来做合作。所以我们刚刚从 VCR 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的活动，包括淡蓝古道啊，好，也包括我们的一些竹科再生的一些活动的，好，那这些其实都是透过产业之间的合作。所以可以看到，当我们当一个学习型城市的时候，我们政府动起来了，地方就会跟着动了起来，产业就会跟着动了起来的，因为人来了就活过来，真的。而且之前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我还采访过那个直接设计实境解谜的游戏，然后用基隆这样的大场景可以看到不同的闯关活动，透过闯关这一件事情就可以跟在地的记忆文化有所连接。那当然社大也推出非常多很有趣的一些计划跟研讨会，像是基隆学的研讨会内容，最近就是有不错的火花出来。我们要请教校长，是不是跟大家来分享？哎，这个基隆学到底是什么样的在地学问？我想那个基隆学学术研讨会哈，我们已经办了非常的多年哈，应该有七八年哈。那每一年的研讨主题都非常的丰富，最主要是希望能够形塑职场文化的保存意识跟整个保留历史的记忆。那我们今年在12月2号也会在仁爱国小的阶梯教室来办理，那大概每一次都是100-200人的参与，而且是整天的议题。那我想最主要是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学术研讨会，能够让地方知识学能够协助地方去深掘地方的 DNA 文化的 DNA， 那也从地方的生活记忆复兴入手，跟包括从长明文化的一个纹理去切入，那能够建构地方的新认同，让地方被看见，来成就真正的地域品牌。所以像我们去年包括把地方创生也放进去，去年我们也谈到矿业文化，好，去年的议题，包括去年也谈到码头工人。而且我们不是每一年只是一个学术研讨论学术研讨会的一个手册，我们每一年隔一年我们都整理出书。所以像今年我们就以基隆的西岸的码头工人为主，我们会出版一本非常厚的书，而且非常精彩。我们其实然后明年会以矿业文化作为一个出书的一个整理。那我想其实我们在做基隆学学术研讨会，不只是要让基隆的地方学被看见，最主要是我们希望向下扎根。所以尤其基隆社大以全龄社大作为整个社大发展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模式，所以我们开始去思考，那我们如何让这样的一个地方学也能够跟基隆的各级学校12年国教去连结，而真正去做所谓的合作式教育在基隆。所以我们打出一个叫做集一村之力养孩子，就是所谓的同村共养的概念。我们希望能够集结各方的资源，来提供孩子更丰富优质的成长环境，尤其是在基隆学这一块。所以我们开始跟学校在探究式合作课程，渐进去发展出各校的这种脉络文化。比如说我们结合基隆的山海，还有包括老师的共备，以及结合所谓的平台，然后去规划，比如说像基隆中研季。那基隆中研季刚开始一整个月啦，今年刚开始到现在这个月很丰富的活动。可是我们基隆的孩子是不是都知道基隆中研季它的一个丰富的文化意涵？所以我们就开始结合基隆的，比如说基隆文史协进会啊，曾老师啦、安家芳等，我们进到各，还有包括谢元璋老师看中米雕，我们进到各个学校去做体验课程，然后也做老师的教案的培力。那另外这几天我们结合那个明德大楼做什么闯关，基隆中研季的闯关活动，像比如说那个已经好几个学校，接下来包括中心国小这些成功国小，我们就是把各个国小透过各种的活动让他们去认识基隆中研季。那不止这样，我们比如说基隆其实有非常丰富的炮台，还有包括防空洞、那纪念碑等，都跟什么有关？侵华战役，侵华战役。所以我们跟基隆中学合作侵华战役，包括那个点位的考察、盘点、走读，还有包括结合手册，我们做参考老师教案的手册、参考手册。那这个部分我们今年也开始在各级学校，尤其是他学校周围就有所谓的这些侵华战役的那个遗迹跟所谓的重要景点，我们开始做一些连结。那另外像比如说我们基隆在比较本土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校，就是我们的中心国小，
他们有一个所谓的布袋戏，而且都常常得全国特优啊。那可是以前呢，布袋戏演出很多都是演所谓的传统戏嘛。哦，那我们就想能不能演基隆自己在地的故事呢？所以我们就把地方学融入每一星期一堂课，融入到他们的本土布袋戏。哇！所以他们现在可以超演的是什么？超演的就是自己基隆的故事，你家邻居发生的事。对，所以礼拜一。那个教育部的本土文化学习圈那些基金会，就是要我们来到基隆，我们就把他们带到基隆中心国小去看，我们怎么样把布袋戏去结合地方学。好，而且校长其实我们也合作以后，哎，校长就希望说能够有更多的深入合作，所以包括我们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我们每一个年级一学期就会有六小时，针对基隆地方学的一个演读课程。我们希望孩子毕业，他对基隆这一块土地是认识的，是有深刻的情感的。所以我们就算出去之后还会再回来。对，所以我们这个部分就不只跟中兴国小，我们包括跟成功国小，包括跟仁爱，然后包括跟现在的基隆女中，还有接下来的暖暖高中，其实都有这样的地方学的合作融入到他们的课程。我想这个是社大在所谓的在地方学的融入到十二年国教，希望能够携手陪伴这些孩子的成长，尤其是结合学校的特色课程跟孩子的对城市对这块土地的在地记忆的连接。是，哎，真的很感动。剩下最后一分钟，我们要请教处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做了这么多，最主要就是要让大家对基隆有在地深刻的连接，而且重点是地方创生，让孩子们长大之后还是会回到基隆。是，为了要让孩子对这个城市有更有记忆，所以我们会用市府的一个高度来提高我们的政策的决定，用那个全生命的视野，我们去架构我们终身学习的一个系统。那另外一个区块呢，我们其实也期待老师还有我们整个体系能够打破本位。其实横向的一些联系，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资源；纵向的联系里面，你可以看到更多民间往上往下我们全龄层的一个规划。所以透过我们终身学习学习城市的一个整个建构，能够让孩子有这个城市的记忆，而让这个城市有更多的动力。是，真的很感动啊！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处长、校长，还有我们的徐老师，带大家看见我们基隆终身学习多彩多姿的环境。相信有爱城市，就从我们终身学习开始。谢谢三位来宾，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